世界香港泰拳理事会支持的 Hayabusa Super Bright Night 现在正式开始。我们由香港给掌声，我们香港之力是啦，来自一齐日本啦、韩国啦、泰国啦、荷兰啦、中国啦，以及咧就系世界级嘅拳王出席噶。咁我哋将会咧就今晚咧为大家咧上演咧十几场嘅精彩赛事啊。咁啊当中咧有几场入边咧，亦都系咧世界性嘅拳王咧叫做 Super Bright 添啊。有勇气、咁有胆量嘅战士，咁啊大家再一次俾掌声啊！嚟自香港、澳洲、韩国、巴西、泰国、日本所有嘅拳手，我哋踏上呢个擂台都系唔容易嘅，我哋俾啲热烈掌声，再一次俾佢哋好唔好？同埋一阵嘅进行比赛时间，我都系大家要更加嘅。裁判系一致裁定蓝方胜。好，现场上先。师傅，裁判有黄炳基师傅、曾航飞师傅以及袁玉光。
完啦。好啊，大家俾啲掌聲啊！非常之呢場比賽係2-1，南方勝。陳俊安，好，麻煩多幫你頒個獎啊，唔該。